大家好，我们是北仁国小的五年甲班，我是林冠福，我是江彦成，我是李高福。后面这边一望无际的果园，经过之后就是我们牛稠溪的所在地了。这里就是牛稠溪的入口。这里是一片果园，我的名字叫李高福。这里有龙眼，还有木瓜，还有芒果。这就是牛稠溪必经的地点，有果园。这边是一大片果园，里面有种很多的水果，有芒果、龙眼，也有木瓜。现在我们在莲雾树下面发现了一个掉下来的鸟巢，所以代表牛稠溪还有丰富的生态。